海关，我来。他理光头不用洗头了吧？理光头，也要洗一下。啊，还要洗啊？Okay.
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米切尔是谁、啊？一个去年的跟那个西蒙斯争夺那个最佳新秀的一个。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我问你。我们哪知道？洛瑞。这是谁啊？乔丹。Michael Jordan。Thank you.